我们接往下看第二段文章，第一个字啊读作皮，皮说。那么说，皮啊，就是据说是传说当中有山中的什么野人之类的，但是历史好像没有考证出来，到底真的有还是假的有啊？说，说呢是一种文体，是属于议论的文体啊。你标一下，说呢表示议论的文体，拿笔标一下啊。然后皮说是柳宗元的一篇寓言，皮说作者啊是柳宗元。那么柳宗元呢，他是中唐时期著名的诗人、散文家。柳宗元呢，就是有好多那个别称、世称，这不是他自己起的啊，是人们给他起的。就比如说啊，柳河东，这是他出生长的地方，就山西地区。山西地区啊，还有就是除了柳河东之外，晚年他曾经生活在广西柳州，所以说他又被称为柳州。然后还有就是他也被称为河东先生。其实他的作品集像李白的《李太白集》、杜甫的《杜工部集》、白世长进集、白居易的柳宗元就是柳河东集，皮说呢就是选自柳河东集的。然后还有就是他代表作来说以文章居多，代表作以文章，只是柳宗元写出了他游记当中非常非常著名的啊，就是永州八记，在这里边最著名的，大家到初二就会学到的，也是中考要求的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小石潭记还有姑母潭记等等啊。初二到初三有些学校会学，就是什么啊，对，因为那是一小段啊，小石潭记，还有像那个《醉翁亭记》《桃花源记》，还有就是《岳阳楼记》，这四篇就是，有点像游记性质的啊。但是那个《桃花源记》和那个《岳阳楼记》多少有点，和《醉翁亭记》多少有点跟游记有点区别，但都是写景为主的。这四篇都非常重要。还有就是《捕蛇者说》，刚刚是在那新初一衔接班里面讲过那个三峡，应该是讲过的啊。捕蛇者说，还有就是三界。然后我们看讲义啊，讲义的第28页，看第28页啊，我先读一遍，让大家你注意一下断句，还有就是稍微难一点字，你注意一下怎么样去读啊。鹿未出，出未虎，虎未皮，皮之状。下面那个字读作披，披发人力，对，披发人力啊，像人一样去站着，披发人力，绝有力而甚害人焉。然后楚之南有猎者，能吹竹为百兽之音，寂寂持弓矢。下面那个字读作鹰啊，读作鹰，鹰火，鹰火在这里边表示就是罐子里边装着火。而及山上，为鹿鸣以感其类，似其志，发火而射之，初闻其鹿也，趋而至，其人恐。因下面那字分开读啊，因为虎而害之。注意啊，不是因为，因为虎而害之，出走而虎至，欲恐则又为皮。虎亦亡去，皮闻而求其类，至则人也。下面那四个字呢，跟那个前句里边荡以冲冒是差不多的，四个动词，濯帛碗猎而食之。然后下边金服，下面第二个字读作服，金服不善内而事外者。服表示要开始发表什么评论，发表评论啊。未有不为皮之食也。看讲义啊，第一段前几句还是比较简单啊，就是说鹿啊害怕出，出害怕虎，老虎呢害怕皮。然后从下边开始啊，有一些是稍微难一点，皮之状，因为状大家觉得应该是什么样子，对啊，样子，皮的样子啊，你要说它的皮的形状就不太合适。皮的样子，披发人力，就披在这里是通假字，就是披遮、披散都可以，能明白吗？通假字啊，披遮头发。
人力，力是动词是吧？因为刚才是不是说过修饰动词的一般是叫什么句子成分来的？状语，所以它叫名词做状语，对，名词做状语。那下边绝有力而甚害人焉，那绝，那比如说绝好的，绝是什么意思啊？极好的，特别好的是吧？绝有力，特别有力，非常有力，都可以啊。而甚害人焉，就是害人害得不浅，就是那个甚肯定是指程度比较深啊。然后第一段就是说这皮呀、啊、超牛啊，超厉害，就是它可以把老虎都给吓跑。然后后边呢，人就是现实版的开始找事儿了啊。处之难有劣者，这处呢可以理解为楚地，最好不要理解为楚国。就现在来说，是不是还有荆楚？楚之南，所以说就可以理解为楚地的南边有个打猎的人。那个什么什么那个者，一翻译是不是一定要落到什么什么的人上边啊？最好不要直接说楚地的南边有个猎人，最好说楚地南边有个打猎的人。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那个。有点绕啊，但是翻译最好这样去翻译。能吹竹为百兽之音，那竹呢代表竹子或者说竹笛，它一吹竹笛，那个为实际上是要是书面一点就是演奏出来，但是在这里边顺一点就是能用竹笛吹出百兽之音，说很多野兽的叫声，对，所以说那个为实际上就是能够出来的感觉，能用竹笛吹出百兽的叫声。下边就是这个人特别会那演奏的特别厉害啊、哦、下边呢他就用这种去打猎去了，用这个技巧。寂寂持弓使鹰活，那寂寂指的是悄悄的，对，他悄悄的呀拿着弓使，就是弓和箭，还有就是拿着有点像火药的东西，他对，就是，但那个火药是更多是用来点亮的，而不是，就火瓶。对对对，就意思就是差不多，就是，但并不是越解释越现代，就是它不是为了那个炸什么东西的啊。而极之山，就是极表示顺承旧的意思，大家知道极是，将来吧，是不是？而之呢？知表示什么？后边是地点了，你觉得那知是什么意思啊？道，对，道去，就去了山上，像那个题目里边什么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知都是去道的意思。对，下边一会儿回来解释背景啊。那再往下，而其之山，为鹿鸣以感其类。为鹿鸣，为表示。学差不多，或者是模仿鹿的叫声。那感，有同学说感化，但是感化不太合适，你就好像你那个你学的那个鹿就特别品德高尚，来感化其他的鹿一样。就是其类，那其类是它的同类同伴吧？你觉得它学那个鹿叫召唤，游戏打多了吧？那个。感是什么意思呢？召唤不太好啊，你说召唤出来什么大英雄之类的，感大英雄，呼唤差不多啊，就是吸引，或者说有人说引诱是比较合适的啊。召唤好像你是那个百兽之王，你说召唤出来一样，就是引诱出来他的同伴。四其志，下面四。四，对，差不多。那今天我们是不是还有伺机啊？伺机而动，等待。其就是指那些鹿，至就是来，等待那些，等到那些鹿来了，或者等待那些鹿来了之后，发火而射之，就是等那些生气了，等那鹿来了之后，就用火药向它射去，就是实际就是火箭啊。然后初闻其鹿也，初啊一听到哎有鹿的叫声了，趋而至，趋的，有没有同学能够想一想大家什么意思？在古代来说，它一般指驱车，不是这个驱吧？驱而过庭。驱啊，对，驱而过庭。朝这儿来。它那是怎么样来呢？对，
奔向可以，就最标准一点啊，就是快速行走，而且那个迈的步伐是比较小的。那再往下，其人恐，就是那个出一来呀，这人就害怕了。因为虎而害之，这里边的因，就他做后边那些事情跟前边是有关系的，有直接关系，并不是简单的顺承。所以这个因呢，最好翻译成什么？大家觉得不是简单的顺承关系，而是前后有一定导致的关系。对，因此，那下面那个为呢，跟前面是一样的。因此，学着老虎的叫声去。那害大家觉得应该什么意思啊？吓唬，对，吓唬可以，口语一点，要是书面语一点，就是去恐吓或者说吓唬也可以啊。出就走，在这里走不是说跟今天那个走路不一样，出就跑了，出就跑了，然后老虎又来了，他更害怕了。则又为皮，他又学皮的叫声，虎亦亡去。那个亡。亡是什么意思呢？逃，对，去表示离开了，就逃跑了。说白了啊，逃跑了。皮闻而求其类，就皮听到了之后，他也来找他的同伴了。智则人也，到了发现啊，原来是个人，不是皮，生气了。下面那四个字呢？那四个字啊，基本上就跟荡雨冲嘛，有点像四个独立的动词，就是左表示。揪他，揪住他，搏表示去打他，然后挽表示去拿，就是去扯他，最后裂，你像那个赵普里边是碎裂奏读之地，那个裂就是对扯碎了撕烂了，对，就揪他拽过来打，然后扯，最后给撕烂了，然后把他给。吃了到最后，所以最后这块是说议论金服不善内，善内是说把内部的事情整理好处理好，这块可以引申为如今不没有真正本事但依赖外部力量的人，没有不被皮给吃掉的，跟都被皮吃掉，这不一个意思吗？但是原来句型是这样的，你就按这样去翻译，双重否定就双重否定，不要把它改成那个肯定句啊。双重否定肯定是语气比较强的。这个说人来说，就是你不能说，像你借了钱，然后你再挪别人的钱，再补这块，然后再挪一个钱，再补这块，然后最后那利息压死了是吧？然后还不上了，完了，然后那个什么黑社会来了是吧？剁手还是剁脚，剁哪只？就会出现这种问题。这个就人来说啊，就人来说是这样，但是就当时柳宗元为什么写这篇文章，他跟当时的背景是有一定关系的。但学历史会知道啊，就是现在不是强调什么综合嘛，强调综合什么政治、历史、地理和什么语文之间的综合，有些学校现在已经开始考那种题了，对，已经考好了是吧？你期中考试好像考了一个什么河姆渡人还是什么？什么？对，河姆渡人是吗？我们看啊，嘿，别说了，别研究什么河姆渡人、半坡人的。然后唐代啊，就是大家知道安史之乱之后，是不是出现了那个藩镇割据啊？实际上安史之乱就是因为藩镇割据引起的，是吧？那个安禄山、史思明，所以在这之后呢，藩镇割据的力量特别强，因为藩镇它有非常强大的实力，它有军权，它可以自己招兵买马，它可以自己收税，所以说。小有点像小皇帝的感觉，小地主太弱了啊，有小皇帝的感觉，小地主多土豪啊，土豪气息扑面而来，然后在这里，而且他的那个职位啊，最后不是说皇上定的，而是他自己定，他可以传给儿子，也可以传给部下，所以说他就不受中央控制了。所以你在那历史课里边经常会遇到，学古代经常会遇到一个词，什么加强中央集权，有吧？是不是？然后在这里边啊，它基本上是通过就是什么样的方式去削藩，像汉初的时候也有削藩，然后这个时候在削藩，他就依靠这个节度使强大了，好，我扶持几个节度使，用这几个节度使把他们给灭了，然后发现扶持起来之后呢，他们又不听我的话，好，我再扶持几个节度使，再把他们给灭了，就是你扶持到后边那个节度使
是不是应该比前面那个要再厉害一些啊？所以扶持到最后就是自己有点找不到相应的人在灭这些人，所以说到最后就是那在这五代十国就有点乱了吧，就乱了大概40多年。然后等到后边就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唐朝末期、东汉末期、明朝都有这种。然后再到，所以说北宋赵匡胤深刻意识到这种问题，我要把兵权集中在我自己手里，他才说能够解决掉这种藩镇割据这种局面，所以就是对唐对五代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说柳宗元借这篇文章就是说，唐朝你这个皇上啊，你这个思路不对，你用拆了东墙补西墙，你用别的节度使去干掉这波节度使，再用下一波节度使干掉这一波节度使，你最应该做的是使自己强大，你自己招兵买马，自己有力量，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依靠外部的力量，等到最后谁都靠不住的时候，你就完蛋了。对，所以在之后啊，就是安史之乱之后，柳宗元所要揭示的问题就是以藩制藩这种策略是失败的，能懂吧？那这里边就是那个小鱼什么大小鱼吃虾米，大鱼吃小鱼，然后就这样，食物链的问题，然后最后那最厉害的你就搞不定了啊。中唐之后，统治者自己不好好提升自己的就是能力，就自己不招兵买马，光依靠外力，所以最后不加强中央集权，一定会灭亡。这个你学历史都知道啊，老师都在强调，每个王朝初期基本上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加强中央集权，收兵权啊，用思想控制人啊之类的啊都有。但是每个唐朝，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这种啊，它也是一种加强中央集权的方式。最后肯定会灭亡。然后你把这个啊，在讲义旁边标一下，这是结合背景来看的，结合背景来看的啊，不加强中央集权会灭亡，以藩制藩策略的失败。那对人来说，也就是你不能完全依靠外部的力量，一定要增强自身实力。然后他和魏文侯那篇文章就是。鲜明的对比，魏文侯自己加强自身的力量，他能够成为一代明君，而且是两个明啊，第一个是这个明，另外是这个明，对，流传千古。就后人去写他的时候，全是第二个明是什么意思？出名的后边啊，后边三道小题，方框里边还有一个思考，把这三道小题做完，那思考的那个。你想一下，其实他都传达说你在社会立足最终要靠自己，但是前边那个通过主要通过什么呢？两个人的什么东西，后面这个呢主要是通过什么？你想一想啊，我们一起看一下啊。第一个比较简单啊，第一个正确答案是 B 选项。第二题啊，翻译句都请一位同学说一下啊。楚之南有猎者，能吹竹为百兽之音，请一位同学说一下。孙静浩，楚地的南边有一个打猎的人，然后他们用鼻子吹出百兽的声音。百兽可以，没问题啊。很多动物叫声也没问题啊。楚地南边有一个打猎的人，能用竹笛吹出多种野兽的叫声，或者很多野兽的叫声都可以啊。那再往下，金服不善内而事外者，未有不为皮之食也。就是现在那些没有真正本领的人，没有真正本领却依靠外部力量的人，那注意要落到人上边啊，没有不被皮吃掉的。对，一定是双重否定啊。没有不成为皮的食。你就隐身了，就是不为皮之食，就是你最好不要写那个什么它的食物。这个其实是那个它有点那个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这以后再讲，这稍微有点难。那再往下啊，短文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人要立足社会，更需要依靠的是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他人的力量。就不用写那个唐朝那块儿啊，告诉人我们关于人的道理。那最后总结一下，两篇文章放在一起对比一下啊，就是下边那块儿，赋闲不足事和皮说，它相当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是说你依靠自己会，就是比如说魏文侯啊，赢得尊重，这上边都是魏文侯赋闲不足事。
赢得周天子的认可，成为诸侯之一，使国家逐渐强大起来，还有就是名传千古。但像下边那皮说，就是你只能蒙混过关，但是等到最后，就像你打游戏一样，就是你蒙混过关到最后那个大怪物出来了，你武装再全，好像也是有点难以扛得住的，是吧？还有就是讽刺中唐之后整个国家的统治策略，就是你想把节度使给控制住，并不是说依靠别的节度使灭掉几个节度使就可以的，但是他们说明这个道理借助的方式不同，就是赋闲不足是借助的是两个人之间的什么对话，对，主要通过对话展现的。而下边寓言它属于讲故事，是吧？通过故事体现，说白了通过事情体现的，所以说他们传达道理的方式不一样。而且赋闲不足是这里边用了很多例子啊，古代对典故，最好是说典故啊，用了非常多的典故。而这里边这个故事基本上算是预言的，所以说它是有一些虚构的吧，对，属于预言的啊。前面那些不管那个传说当中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毕竟历史上是有这些人在的啊，下面这些是有虚构性的，能懂吧？会有区别啊，一个是对话形式的，一个是讲故事形式的，而且对话当中包含了很多典故，这讲故事里边这个故事基本上是虚构虚拟出来的，预言那些特点什么教育性啊、故事性啊，还有那个讽刺是吧，虚构的。这小学应该三四年级左右应该学校里边讲过啊。所以啊，就是到最后就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就是不是诸人。你要这样，你做阅读理解你不丢分，老师就是老天爷都打人，不高兴的。那就是那个有品德的人，或者说品德比较好的人，自己出了问题，或者说想要取得一定的成就，是找自己问题的。就说老师一说，哎，别说话了，然后说哦，那我不说了，好。但是有的同学呢，是他说的，对，那他说的不关我的事儿，就是。有些品德不是特别好，这当然这个不至于说那个像现在我们说的那个小人总给别人使坏的啊。品德不太好的人一出问题，或者说一想有点成就，他是找别人来帮忙的，是一有问题，这个不是我的事儿，都是他的事儿，哎，不是我的事儿，都是他的事儿，实话是吗？所以说，更多的你得找自己方面的问题，然后找自己方面就是动力，不管说出了问题还是说往前走，都得。先扪心自问，是不是我自己身上出了问题，然后再去找别人去啊。在社会上你要想能够往前走，还是更多是依靠自己，很多东西是你努力来的，争取来的，而不是说等啊老天爷掉了馅饼下帮当砸我脑袋上了，或者说有我爹在就没问题，这样也不行啊。